12月7日晚，邵文杰出席家人中国风盛典，并将在现场首唱新专辑。当晚，邵文杰一副哥特造型现身红毯，妆也很浓，虽然对着镜头露出微笑，不过脸部却无明显变化。有网友指出，邵文杰的脸似乎又变僵硬了，而且这造型似乎有点撞迈克尔·杰克逊。也有网友纷纷表示，怎么越整越男人了？他还敢照镜子吗？怕是亲妈都不认识了。此前邵文杰在晒出自己和生日蛋糕合影，被网友指出再次变脸。网友留言，女神生日快乐，第一眼没看清以为是杨幂，为什么我总是记不住她的脸？如果把中分发型换掉的话，其实我还挺喜欢她霸气的，这么一看的话，还是和大幂幂有一点点相似，起码眉毛一模一样啊。这是网传的邵文杰整容前后照片，从这些照片中感觉确实有几分的不同，但造型师却揭秘说，邵文杰绝没整容，惊人的转变只是因为适度瘦身、完美化妆和造型所致。